今天在台上是从他们排练以来到现在为止最好的一次。谢谢你。我很痛苦，因为玉儿是一个很成熟的歌手，思妍就是一个未来还有很多空间的女生，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情感面的纠葛了。我选择继续为各位演唱的学员是刘思妍，恭喜思妍。这次汉老师选择我的时候，我还蛮意外的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玉儿比我唱得更好。我希望下一圈玉儿可以唱得更好，然后可以留在汉老师的战队，我们一起继续团圆。就是好姐妹要离开啦，就觉得很伤心，因为虽然不是再也见不到她，可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就要变成一个人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残酷。然后玉儿又是那个被淘汰，直接被淘汰的那个，我真的，当时我就是在看着那个屏幕直接哭啦，就觉得很可惜。